好，选战话题就要来关心了。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在2022大选正式展开前做出重大宣布，放弃竞选连任主委，要卸下党职，希望让党务重回正向运作。外界解读会不会是他参选台北市长的起手式？吴怡农亲自出面回应，他认为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里站起来，言下之意目标是要挑战2024的立委选战。而吴怡农不连任市党部主委的决定让党内同志感到意外，也喊话要全力挽留。经过今天早上的宣布，我这一次决定不会参选。穿着白衬衫，一派轻松，宣布要放弃连任。民进党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下定决心，都是为了党务着想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我觉得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党务的选举，我希望让它回到一个正向的轨道，正向的运作。去年为了北市党部主委这个位置，各方人马抢破头，最后在英系和前国策顾问黄成国力拱之下，派系间达成共识，吴怡农这才出现。甚至还为了他修内规，被称为吴怡农条款。没想到他只做一任，难道是为了投入2022台北市长选战吗？选举这条路是我已经决定的一条路，那这个是不会变的。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两年前、三年前，我在台北市的中山、北松安选区，没有赢得足够选民的支持，那我这部分会绝对会继续努力。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。吴怡农心心念念的还是2020那年在北市中山、北松山选区败给蒋万安，如今宣布打算2024再披战袍。不过同党立委听到吴怡农要离开市党部，倒是很舍不得。我们全力挽留吴怡农，一句比较感性的话。其实一般人真的看不到农夫的泪水，也看不到农夫的汗水。顶着高人气、明星光环，吴怡农在政坛一举一动备受瞩目。随着6月卸下党职，年底这一仗，他扮演浮选角色，瞄准2024立委选战，整装待发。记者林晨杰、肖瑞生台北报道。